我第一首玩嘅歌是我第一首嚟紧六月头会派台嘅一首歌，叫 Cosmic Road 嘅。系呢一只歌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咧？除咗电子元素之外，这首歌内容系讲咩？其实内容是大概讲紧我一个梦想啦，即系做歌手嘅一个梦想，即系好似一个好远距离嘅一个星球度揾到探索到自己一个个潜力。自己可能有很多的可能性未發掘到，但原來自己是因為很喜歡啦，同埋很努力的關係 就做到，跟住就好像夢想成真咁樣嘅一個故仔咁樣。我想咧，其實在場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歡音樂，但係真係會怕就唔夠膽自己彈完之後拍片擺上網噶嘛。即係當初點解你會咁大膽？又或者如果佢哋好想行出呢一步，你可唔可以鼓勵一下佢哋咧？都係你唔使退後一步，我哋會行前一步。如果真的很喜歡的話，就中個頭去埋去試下咯，即係各樣嘢都即係，我都係上網去學嘅啫，即係去 YouTube 啊，揾下啲樂譜啊，跟住就自己嚟嘅。即係我相信，如果真的很喜歡的話，都如果好用力去做的話，都會做到嘅。好嘅，係啊。先玩咗兩個，我哋跟住咧再同 Mary Lam 嚟傾偈。你啲架撐準備好曬？我交俾你噶啦。可唔可以又介紹一下你啲架撐係咩嚟？可以啊，其實咧我就呢部係電腦啦。咁呢個就係俾我去篤，方便去篤嗰個古仔出嚟嘅啫。哦，篤個古仔出嚟？古仔，我古底，係古底出嚟咁樣嘅，係啊，即係捉底啲 friend 啦。係啊係啊係，古底係古底。俾啲掌聲 Mary Lam 咧。係，多謝。交台俾你咯喎。係。係唱嘅歌就係我嚟緊六月會派台嘅一首歌啦，叫 Cosmic World 嘅。Thank you.
跟住以後落嚟咧就唱一首我比較我平時比較喜歡聽同埋喜歡唱嘅一首小涼拌嘅一首 cover， 希望大家中意。Shut up.